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Z，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款游戏《宝啾啾宝 U》，它是一款呢，我觉得很像打对台游戏，来看下去吧 ，Go， 这个主意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款游戏《宝啾》。屁啦，宝啾，它不是吗 ？B O M V 不是宝吗？然后 U， 好了。看什么吧？哦哦，对打 是对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，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外面好高追哦，哎、欸，哦，这样，炸的，哎、欸，哦，这炸弹快爆了，快爆了，天，你很烂呢、欸！哎、啊，我的地板被炸掉一块哎、欸，那个也快破掉了，完了完了！赶快丢回去，等一下就丢回去，等一下丢回去。对对对对对。难道扔不到他的人吗？这好像是上对方地板的吧？哎、欸，掉了。不是吧？看起来不像。哎、欸，你看，哎呦，丢他地板，他地板就爆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可是这应该是丢人的吧？没有丢地板，打地板，谁没有地板谁就输了。啊！你个北七呀、啊！吓、啊、死我了！啊，我心脏真的，我心脏真的，你超弱的、啊，丢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可恶！哈哈，他丢到下面去了。北西、啊，我知道，我不小心走到那个洞的地方。嘿嘿，他死了、欸，他死了，靠！他死了、欸，他死了，靠！你可以不要挑战最简单的、啊。我最喜欢其实这种轻松小品游戏在 VR 里面其实真的非常的很好玩，尤其现在又是无限的状态，这种游戏就会变得很方便。你死定了，你死定了！丢远一点，丢远一点。嗯，哎，他丢环丢很快，你有看到他？他就算丢环丢很快没差。哎呦，因为你丢出去已经要爆了。所以说他更不可能那个，嘿嘿，哎呦，找到诀窍，找到诀窍，好像很糗，看起来他就是说被秒杀的样子哦。开始是狂扔，防守是最好的那个，屁呀、啊，秒杀，秒杀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绝对不是最难的，干，太扯，这算新手运吗？超强。这游戏的话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在他们特价的时候推荐入手。这种小品游戏，然后又轻松好玩，可以大家一起，对，超大颗，可以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一起玩这种游戏哦。而且整个是 Q 版的，其实我很爱这种风格的游戏，真的玩起来没有压力。对啊，对啊，有啦，那个掉下去瞬间还是蛮有压力的，心脏会突然缩起来。是的，好。那今天这款游戏《宝啾》就介绍到这边啦，拜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影片的下方帮我们一个订阅，或是上我们粉丝专页帮我们一个赞哦。每周的三五六日，我们放上三分钟介绍游戏影片，专门就是介绍 VR 类型的相关游戏哦。如果你有任何想要看到的游戏的话，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。See you later， 拜拜。